涉入台资光案的国民党议员陈崇文目前确定交保能够重返议会，不过四号议会开议可以看到他的签到簿仍有来签，但是却看不见人影。走访陈崇文的议会办公室，他的大门深锁，电话也没接，似乎是知道同事下午会出现。陈崇文约莫早上十点低调签到。议员的职权，他现在还是可以到议会来做开会，行使他议员的职权。所以不管他决定出不出席，我想议会都是采取大家同仁都是尊重他的意愿呐。只是陈崇文判刑确定前要在电子脚镣还能行使议员职权质询市府官员，这场面会不会太尴尬？对，那现在回来开议是他的权益，他还是有需要为选民服务的这个工作要做，那我觉得就是看议会要怎么样去处理。说的就是台资光案调查小组，毕竟陈崇文来上班，或许多少都能知道调查内容。小组召集人还是同党的秦慧珠，绿营议员就质疑这会有泄密风险。这整个调查小组有四位是国民党的，那大家看是有没有重新要再讨论说，因为利益回避上的一个问题，同属国民党，要不要更换召集人？不能因为我跟陈崇文是同一个政党就有利益回避的问题，我强烈的反驳说我有利益回避问题的议员，如果有的话，请他站出来跟我公开辩论。陈崇文目前还有议员职权，对议会调查小组来说多了顾忌。TVBS 新闻，江明翰、刘玉俊、李宗泽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